还有一个半小时，维利尔舅舅即将抵达舞会现场。哥哥，我们真的要开始行动吗？克洛迪卡，你应该知道，从我当年被赶出王宫的那一刻起，我和维利尔之间便只剩下一个结局。你再也不是王子了，你会付出代价。一只被拔了牙的狮子还能活多久呢？牌局已经开启，牌手已经上桌，从此刻开始，胜利才是这场牌局的唯一意义。可是哥哥，维利尔依仗着对龙晶的掌控和他亲王的身份，连我修订的熔炉决斗规则和女王谕令都全然不放在眼中。我们现在和他碰上，真的有胜算吗？如果放任他继续蛰伏壮大，才是真的无力回天。眼下他虽然势力庞大，可偏偏自以为是地碰了他不该碰的东西，这也将成为他的死穴。你是说他与伊甸进行秘密交易的情报是真的？没错，当年诛灭了所有人深恶痛绝的伊甸组织的英雄维利尔，其实一直在暗地里豢养着这个组织。这样的消息传开，不知道够不够引起滔天怒火。可就算你相信这个情报，我们也没有证据。情报显示，过去维利尔掌控的龙晶资源开采地有着伊甸的人出入勘察的迹象，而最近伊甸这个组织似乎擅自进入了新发现的龙晶湖区域进行实验勘察。虽然这一行为似乎被维利尔及时呵斥，也很难留下什么线索，但不管什么原因，看起来伊甸很需要这批龙晶资源。只要我夺得了新龙晶湖的开采权，便可以看上一出鹬蚌相争的好戏。哥哥，你是想在王室会议上公开竞争龙晶湖的开采权？虽然这个计划很好，但是龙晶一向由维利尔家族管控，受到荫蔽而拥护维利尔的贵族数不胜数，想要夺得开采权又哪有那么容易？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只需要静待时机，后面自然会了解一切。哥哥，你还是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不愿意和我说清楚。库洛迪卡，这是我和维利尔之间的恩怨，与你无关，你也不必牵涉过多。那小橘子呢？哥哥，你以我的名义把小橘子邀请到熔炉大典又是因为什么？我们早已身处漩涡中心，但是小橘子却是与此毫不相关的人。哥哥，你为什么要把与此全然无关的人也拉入漩涡？你我身边早已遍布维利尔眼线，而收集一些线索还需要这位远道而来的维利尔暂时算计不到的客人。女王陛下，有一位名叫小橘子的赛车手求见，说是想询问金饰徽章的事宜。我知道了。熔炉决斗场的时候，小橘子还没有站在维利尔对面的理由，那时候和小橘子联系很容易被维利尔发现端倪，打草惊蛇。眼下小橘子已经发现了查理的叛逆，对维利尔有所警觉，而王室会议召开在即，维利尔无暇他顾，正是最合适的时机。接下来你只要把他引到王室舞会上，我的计划就可以顺利进行。哥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站在你这边，但是我不希望小橘子因为我们而陷入危险。放心，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我会做好我该做的一切，因为我相信你，车神阁下。我定不负所望，
陛下。你来了，情况进展得如何？小橘子看到了那份判例上维利尔家族的封禁徽章，他已经找上了王室，他选择了向你那个妹妹求助而不是你。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会选择向自己信任的人寻求帮助，这不过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是本能是可以用认知来规避的。所以接下来你是打算亲自下场？不只是我，而是我们。迎接新的伙伴总要展现出足够的诚意。这样的诚意你还是留着给你那个妹妹讲吧。你真的觉得接下来的计划不会让她陷入危险？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做任何事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何况这次的对手是维利尔。我会扫除影响库洛迪卡稳坐王位的所有障碍，为此付出任何的代价通通甘之如饴。拿别人的安危当成自己的代价，真亏你说得出口，希泽尔。你对你那个妹妹的爱护听起来可不怎么真诚。我们还是谈谈合作的内容吧，毕竟在如何爱护妹妹这件事上我们之间不分伯仲。若是计划顺利，小橘子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她的安危不用我额外费心吧？那是自然。还是盯着点，别死了就行。看来还是有点真诚，只是不多。前面就是王室舞会了吧？在那里真的如库洛迪卡所说可以打探到爸爸的消息吗？你想知道这份十几年前查理相关判例更详尽的内容，这恐怕不行。如你所见，这份判例上的相关内容已被禁阅，你没有调阅的权限，所以我无法为你提供更多的信息。金狮徽章是流火王室的象征，你看到的那份判例应当是由我的舅舅维利尔亲王禁阅的。维利尔舅舅封存的判例内容就算是我也无力调阅，流火之内的关系错综复杂，请恕我不能过多插手，但是还有其他的办法。今晚会有一场王室的舞会，流火上下地位卓绝的贵族都会出席这场舞会，我身为女王无法在舞会上自由行动，但是你不同，你或许可以在舞会上打探到你想要的消息。我还从来没有出席过舞会，不知道能不能行，试试看吧。等等，那是希泽尔和提奥。熔炉决斗场那件事你做得不错，酬劳我已经放在你的赛车上，这笔钱足够你拿去给你母亲治病。太感谢您了，希泽尔大人，以后提奥一定鞍前马后，任您差遣。不过还有什么事？小橘子姐姐她后来怎么样了？我特洛伊从成立的那一刻就以胜利为唯一荣耀，胜利者才是正义。我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会愿意贸然使用掉珍贵的黑卡为我打抱不平，从没有人把我这样的平民的安危看得这么重要。他只是收到了错误的信息罢了，并非特意帮你，你不用为此愧疚。可是我
你再犹犹豫豫的不走，恐怕就真的要被他发现了。事情败露，我可是会收回酬劳。提奥，你怎么会和西泽尔在一起？西泽尔大人，您先忙，我先走了。远处那位大喊大叫的女士是我的贵客，她若是要进入舞会的话，直接放行。是，西泽尔大人。跑得真快，刚刚那是怎么回事？提奥居然认识西泽尔，他不是普通的平民吗？这个好像是刚刚提奥手里拿着的特洛伊参观手册。这本手册为什么和库洛迪卡寄给我的不一样？小橘子，你在看什么？是库洛迪卡寄过来的邀请函，邀请我观看特洛伊几年一度的熔炉决斗比赛。静姐姐，你看特洛伊城区的宣传是不是很令人向往？库洛迪卡在信上说，他希望建立一个能让车手感到温暖的城区，他曾从我身上感受到过温暖和善意，也希望我可以把善意带给更多的人。你啊，是该好好去玩玩了，毕竟最近一直忙着练车。不过西泽尔，算了，想必库洛迪卡会好好招待你的。女王殿下公务缠身，恰逢我今日要来熔炉决斗场巡查，便托我来接待你，所以无论你遇到什么麻烦，这张卡都可以作为你的通行证，只不过这张黑卡只能使用三次。黑卡居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吗？现在你还认为你帮助过的小男孩不会成为浇灌荣金山的一份养料？不行，我得去找到提奥，我不能眼看着他参加这么危险的比赛。小橘子，希望你接下来的旅途不要让我失望。几位，无意打扰，但是如果对熔炉决斗比赛结果存在任何疑问，完全可以向大裁判庭提出诉讼，而并非通过私斗解决。小橘子，黑卡持有者拥有流火最高贵族的特权，若你现在使用，倒是可以免除这些刑罚。嗯？这里一定有问题。随着信件寄来的被修改过的特洛伊参观手册，恰到时机出现的提奥。从那封邀请函开始，我的一切所见所闻都是西泽尔安排好的，甚至于西泽尔一直在通过暗示来诱导我的行动。西泽尔为什么要一直诱导我？他到底想干什么？西泽尔刚才离开的方向
也是舞会的方向，而爸爸相关的线索也需要去舞会上一探究竟。这场舞会简直就像是希泽尔故意设下的鸿门宴，明知有蹊跷却又不得不一探究竟。女士，您是车神大人的朋友吧？车神大人刚刚吩咐过您可以直接进去，舞会就要开始了，您快抓紧时间入场吧。我知道了，先进去看看吧，但绝对不能放下警惕。希泽尔，你引我来这里到底是想做什么？桂安，小橘子女士。桂安女士？希泽尔，现在不是寒暄的时候，提奥和潘丽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原来您是女王陛下邀请来的，能够在这样富丽堂皇的舞会看到盛装打扮的小橘子女士，真是荣幸之至。你在说什么？这场舞会定然可以让小橘子女士不虚此行，只要你能全情投入，就算有什么困惑，想必也能从女王陛下的邀请中得到答案。你，女王陛下与维利尔亲王驾到，是时候觐见女王陛下了。小橘子女士受女王陛下的邀请而来，想必期待已久。希泽尔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屡次提到库洛迪卡的邀请，是想暗示我什么吗？女王陛下，王室会议召开前，我希望您都能尽量留在行宫中。可是维利尔舅舅，王室会议在即，荣辱大典又在进行，我有很多事务要处理。愿为陛下分忧，无论什么事需要女王亲至，我都可以陪同陛下一起。我知道了，维利尔舅舅。尊贵的女王陛下，愿流火永燃，您的臣子希泽尔向您献上崇高的致意。希泽尔，原来是维利尔殿下，我险些没看见你。希泽尔大人，在维利尔殿下和陛下面前，请您保持礼仪。这个人就是禁阅了爸爸叛逆的维利尔亲王，希泽尔好像对他抱有不小的敌意。多谢莱恩阁下的提醒，在亲王殿下面前，我理应注意礼仪。毕竟，若是出了岔子，我可是会被问责的。若是真算起来，希泽尔大人需要被问责的内容恐怕不只是礼仪。比如希泽尔大人身边的这位女士看起来有些面生，不知怎么能陪在希泽尔大人身边来到了王室舞会上。这个叫兰恩的人怎么把话题转移到我身上了？这位是车神的客人吗？殿下，这就是在熔炉决斗上用黑卡影响了判决的女孩，她还询问过您禁月的判例。王室舞会历来都是由身份显赫的贵族参加，这位女士的身份似乎并没有出席舞会的资格。资格？可是我进入舞会的时候并没有遭到阻拦。对了，是希泽尔吩咐门口的护卫骑士准许我进入舞会现场的。难道这又是希泽尔设下的计策？他又想干什么？这次绝对不能让他如愿。是希泽尔邀请我来到舞会的。王室舞会出席的都是贵族名门，安全至关重要。既然这位身份不符合规定的女士是车神带来的人，想必车神会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恐怕要让亲王殿下失望了。我和这位女士并不相熟。我……哦，那便是不速之客。我带下去审审，想必车神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维利尔殿下请便。啊！维利尔并不听我的说辞，就仿佛我只是他用来发难希泽尔的一根引线。维利尔对希泽尔似乎充满敌意。等等，小橘子是我的朋友。朋友？我想我应该说过，陛下身份尊贵，不能与人随意结交，更不能纵容这些不合规矩的人随意出现在王室的殿堂上。维利尔竟然在训斥女王？维利尔殿下说笑了，女王御封的熔炉决斗特别行政官可算不上什么不合规矩的人。啊？啊？我倒是不知道，女王陛下连我都没有知会的情况下就御封了行政官。亲王殿下诸事劳顿，女王想来是担心殿下身体，才没有事事知会殿下。我这里有一份女王在月前签署的任命书，可以证明女王的确御封过行政官。女王陛下，行政官的任命姿势体大，怎么可以如此随便？若被不当之人利用，做些僭越之事，恐怕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小橘子对赛车颇为了解，熔炉决斗这样的赛事当前，车神也异常繁忙，有行政官来回走动，帮我多知道些消息，自然可以帮衬诸多。女王陛下既发之令，自然没有收回的道理。不过这行政官之职，也就来回走动走动便好。女王与车神接下来还有要事相商，你请自便吧，行政官。小橘子，任命书就交予你，毕竟这是女王邀请函的一部分。小橘子，你可以先在舞会感受一下特洛伊的风俗，若有闲暇时间可以来行宫陪陪我。是，女王陛下。太混乱了，怎么舞会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奇奇怪怪的？禁越了爸爸叛逆的维利尔亲王，似乎让希泽尔和库洛迪卡都很忌惮，而且他似乎也对我很有敌意，是因为熔炉决斗场的事吗？库洛迪卡的所有行动好像都被维利尔约束着，就连任命行政官的事都要事先知会维利尔亲王。更奇怪的是，从我进入舞会开始，希泽尔说的话就前言不搭后语，还反复提及女王陛下的邀请函，好像在暗示我什么。洛迪卡给我的邀请函再寻常不过，好像没什么特殊的，除了这个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特洛伊参观手册。参观手册？会不会希泽尔就是要我看参观手册的内容？这些内容或许需要一些其他的阅读方式。一个过于详细的任命时间，会不会是一串数字密码？4月23日13时49分12秒，会不会是第四页第二行第三个字，第一行第三个字，第四行第九个字和第一行第二个字？第四页似乎是一些建筑介绍，把它们圈出来试试看。
方，午夜书房。西泽尔大费周章引我入舞会，就是为了传递这个暗语。舞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一个车神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传递信息？这会不会是西泽尔设下的另一个骗局？不对，我不能被他这样轻易引诱。我继续留在特洛伊城区，只是为了打听爸爸相关的消息。只要我能打听到爸爸的消息，流火王室的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什么行政官，什么书房暗语，我都不必理会。趁着舞会还没结束，先试试看能不能打听到一些关于爸爸的判例和维利尔家族金月判例的信息吧。你好，请问，没见过这个人呀，这是谁？你们认识吗？大概又是哪个出入舞会的想努力攀附的小家族吧。不要理他，快走快走。啊，我只不过刚打了个招呼而已，他们怎么这么大的反应？看看有没有看起来亲善一点的洛丹的贵族吧。桂安，他们之前的社交礼仪应该是这样行礼的吧？桂安女士，您应该不认识我吧？请允许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列娜。您看着有些面生，是第一次来参加舞会吧？他是不是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要怎么回答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我其实是经由女王推举才得以出席舞会，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舞会，自然看着会面生。原来如此，您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女王的引荐，真是年少有为。能结识您这样的女士是我的荣幸，请问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我一定会专心为您服不，我是说我一定会专心听您交谈的。怎么感觉他好像完全没有在怀疑我的身份，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的语气真的好像逛街的时候试图向我推销商品的店员。不过这样热情的人或许更好打探消息啊。其实因为我还是第一次来舞会，我好像有点听不懂大家讨论的话题，所以一直有点苦恼。这个好说，如果有我知道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包你满意。哈，多谢。我刚刚好像听到有人提起，前不久大裁判庭刚刚依据一起十几年前的判例，似乎被维利尔家族禁阅。维利尔家族？这个，抱歉女士，和亲王殿下相关的话题，可不是我这种小角色能随便议论的。很抱歉。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其他的事，先走一步。哎，你等等。哎，怎么感觉讨论到维利尔亲王封禁的内容，他脸色都变了，他好像很害怕维利尔亲王。再找个人问问看吧，前面那个人看起来衣着更为华贵，不如就去问问他吧。我之前好像没见过你，看你的言谈，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的舞会吧。啊，不用担心，我喜欢和不同身份的人交谈，总能让我开拓一些视野。你可以叫我德莱娜，最好别叫什么女士或者阁下，我不喜欢。我从刚才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好像一直在和舞会上的人交谈。人想要交谈，总是想要得到些什么。你想得到的是什么？我只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很少出来走动，最近更是连大家常说的话题都有点听不懂了，觉得很好奇。哦，那你好奇的内容是什么呢？总觉得这个人看穿了我的全部动机，
但是这个时候离开反而更奇怪，看来要谨慎一些。我听大家提起前不久大裁判庭刚刚依据一起十几年前的判例更改了一场决斗比赛的结果，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十几年前的判例吗？我好像的确听说过十几年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你听到过？真的吗？据说十几年前持有黑卡的贵族是叫做查理。似乎有这么一件事。你和那个查理很熟吗？没有啦，只是没听过这件事，听到后感觉很好奇，因为据说当年的判例被禁阅了。判例被禁阅？这么说来，这个散播消息的人还查阅过这份判例。你是听谁说起来的？我只是刚刚碰巧听到舞会上有个人说，在大裁判厅当值的朋友告诉他的。哦，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有趣的，那就是所有在大裁判厅任职的人都不会露出真容，也不会让人知道。啊！我劝你不要对一些禁阅的判例感兴趣，因为这些判例多半都和维利尔家族有关，而涉及到维利尔家族的内容更是没有人敢随意传播。维利尔亲王似乎很讨厌一些没有身份的人。维利尔亲王出身于显赫的维利尔家族，不但凭借自己的能力让家族达到顶峰，还曾身居多个王子甚至是女王的老师。这样的人最看重家族传承和礼仪，当然会讨厌那些没有身份和教养的人。维利尔亲王曾经当过库洛迪卡的老师，难怪库洛迪卡看起来也对他十分礼让。怎么这就被吓到了？你也不用害怕，亲王殿下从来不会跟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计较，前提是你真的名不见经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要随便对维利尔家族的人感兴趣，这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不懂你在说什么。那我奉劝你一句，赛车手的身体线条都很好看，下次不要拿酒病当借口。这个人既然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赛车手，为什么还要告诉我这些内容？现在舞会濒临尾声，贵族们也都陆续散场，现在想要继续打探消息也基本不可能了。打听到的消息大多和维利尔相关，先整理一下信息吧。和爸爸相关的内容已经被维利尔亲王封禁了，但是维利尔亲王在贵族之间颇具威信，一谈到有关的内容，大家要么闭口不言，要么起身离开。看起来没有流火的贵族敢讨论和维利尔亲王相关的内容。凭我自己似乎很难查到维利尔亲王相关的信息，但是爸爸相关的线索又绕不开维利尔亲王，总感觉好像进入了僵局。从我进入特洛伊城区，就在希泽尔的推波助澜下走到了现在的局面，而爸爸的失踪前的线索摆在面前，我又无法坐视不理。现在这个局面分明就是希泽尔造成的，但是现在除了去见他，似乎又没有其他的办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去看看希泽尔到底在打什么鬼心思吧。我没看错人，你果然能找到这里。
我等你很久了，小橘子。你觉得他相信你这套说辞？新任行政官，恐怕你暂时走不掉了。什么？我们的机会来了。